Special 嘅主音康聰，康聰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Special 嘅主音康聰。你係咪聽到人哋嗌你好靚仔，你即刻唔識反應？呆咗一呆。仲有其他成員嘅，不過佢哋咧就忙住 set up 啦，所以我哋同康聰傾啲偈先。係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咧就為一眾嘅青年人咧集合正能量啊嘛，咁啊等佢哋咧可以準備好啲去為佢哋嘅夢想咧去奮鬥嘅。而今晚咧出席嘅每一位歌手朋友咧都會帶嚟咧不同的能量方塊，就好像康聰手上面這個能量方塊這樣的，那送給這支青年計劃，也都為各位學員和年輕人打氣的。康聰，我想問一下你了，你今天帶來的這個能量方塊就是勇於創新，我想知道如果要成功的話，勇於創新這個元素究竟有多重要？其實勇於創新其實都挺重要的，對於我們一些表演者，無論是一些做的人，因為其實創新是給一些新的東西大家看到的，如果一直是咁隨波逐流或者是不勇於創新的時候，可能你的才華會被人埋沒了，被人看不到，不能夠發光發亮。其實所以創新是容易啲俾人去見到你的才華，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step。 你覺得你哋 special 即係成軍以來啦，有冇一個 point 或者做過某啲嘢係你諗翻？其實我哋嗰陣時都算幾突破、幾創新嘅。其實都好有，我相信應該聽過我哋啲歌嘅樂迷，應該都會覺得我哋喺某一年喺出咗隻歌叫做《City Boy》嗰期，就深夜告別練習嗰期。因為嗰期我哋就將我哋原本嘅 pop rock music 轉咗做一啲 R&B 啊，一啲pop synth pop 嘅嘢。咁大家就覺得耳目一新喎，嗰期就會好多人問我話：你哋係咪轉咗風格啊？係咪轉咗啲嘢啊？咁其實我哋就係咯，試下啲新嘢咯，其實自己中意。咁就話俾人聽原來我哋 special 雖然一隊 band， 咁但係都可以創作任何類型音樂，創新。仲有一樣嘢你哋都創新，就係練得好大隻嘅。O K， 唔係好創新係咪啊 ？O K， 你叫佢又大隻咗啦。O K， 我哋有留意嘅。O K， 多謝大家。當然啦，就係對於你哋樂隊嚟講啦，創新都死緊呢個元素啦。可能對於好多年輕人嚟講咧。其實在創新呢樣嘢方面，佢哋可能會好害怕嘅，即係佢自己做嗰樣嘢係好新，但係得唔到大家中意。咁喺呢一方面，你會俾啲咩建議年輕人，或者點樣去鼓勵佢哋咧？其實。我覺得第一個 point 就是看多啲先啦。其實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術和 idea， 可能有時候你覺得自己那個是可能很奇怪，其實在人哋眼中一啲都不奇怪，還要是很新奇有趣的。第二樣嘢就係唔好怕試啦，即係試多啲，越試越好嘅。其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我試了很多次都不成功，其實100次的不成功就代表等緊下一次的第一次成功，所以不要話怕去嘗試，嘗試很重要對於創新嚟講。你哋有冇試過真係嘗試完之後自己覺得有啲棘啊？真係當然有啦，而家都仲有㗎。即係我哋通常會點樣收科咧？而家我哋只不過是將我哋做得最好、最有自信的嘢展現俾大家睇。其實我哋都有很多次嘅失敗背後。堆積過一次的成功俾你睇到，但係嗰啲係喺 studio 裏邊發生嘅。當然啦，當然啦。做啦，當然啦。但你係點樣衡量咧？即係你哋幾個成員入邊有冇話，通常係有邊一個係做呢、這、一個即係位置，就係去判斷我哋呢件事 work 唔 work， 可唔可以繼續推進？定係呢個時候你哋就要揾翻可能你哋監製啊，揾翻唱片公司嘅同事啦。以前可能缺乏經驗嘅時候咧，就多啲係 producer 即係監製去。但是越來越多經驗，你當你自己嘗試得越來越多，你成功過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原來都有一個 taste 在那裡，那你就可以自己開始懂判斷你所創作的好還是不好。你的樂隊有4個成員，你在 band 房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會拋出來的，哪一個是最怕醜的，而哪一個是會最搶先說我想起新嘢，你嚟聽一下咁樣。我諗唔到我哋邊度怕醜喎。我相信應該都係我最弱嘅，因為我最多嘢講啊。所以你係主音咯。係啊係啊。亦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，果然係即係勇於表達自己，同埋勇於創新。呢個時候咧，將你嘅能量方塊交俾我啦，因為咧你要歸隊啊，同你嘅成員一齊準備。我哋今日第一個嘅表演單位，有請 Special。謝謝你聽話。可唔可以俾你最大嘅呼聲嚟聽？一、二、三！我哋送俾你第一首歌叫做《特色單位》，希望你中意。俾你手好嗎？
定要走，不管意思我也要拒绝放手，有理由去强求。真心的你证实我有没有忧，假使过往对你你突然间都有理由，全头幸福去远游。是非不明白没有我的规矩，提出旧意亦会珍惜，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，对情话我你会再发声。我共你我共你我不分离，想遇上你会令我痴痴痴痴。 Come back to me, back to me, my love, back to me, back to me。 我共你我共你感到不平衡，想遇上你会令我痴痴痴痴。Keep you high
除咗我哋邀請到好多嘉賓嚟到啦，有啲歌手朋友咧會為我哋咧用。